你看他爬那么高的干啥去了？爬个山尖儿尖上去了。看我这脸，好像有点发烧了。我这一趟西藏下来，我这身体废了。外边的风老大了，你看，我家往下下都得出溜着下。哎呀妈呀！这两步道，这两步道，看这风有多大吗？应该给他刮的，他直飘哟。这亏是200斤呢，这要是180斤啊，上顶上去都刮飞了。哎呀，拍个视频不容易啊！你们看着挺近哈、啊，我给你们看一下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。我刚才是把镜头给拉近了，实际上是这么远。我再也不上去了。哎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我擦那个上面掉下来都。我看见了。啊？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风老大了，风老大了，我看你没起来，起好几下。我刚一个手那个，把它相机都把不住了。在上面看着能看到，这是刚才大家五块钱爬到那个高高的山上面拍摄的画面，你们看一下，这是应该是属于什么地貌啊？凹凸不平的，寸草不生，光秃秃的，啥也没有。外边的风嘛，刮的车都直晃悠，呜呜的。横风太大。横风太大。老远儿模模糊糊的，我寻思这是路边上站了个人儿，是在这拦车还是什么的？刚想问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？弄了半天这是这个假人儿，假交警，还背对着咱。哎，前面又有三个道了。哎呀，能看见吗？前面三个道能看见，那都还得打方向盘，因为他们在手机里边看的吧，不是那么手机里看的没有现场那么强烈。对，没有现场这么强烈。嗯，但是这手机里也能感受到这个沙尘暴的危害，狼烟咕咚的。要是一个人开车，真的不敢自驾这趟路。又咋的？救援都那不敢。要一个女人的话，走着都害怕。哎妈，一个女人也走遍全世界了。好啊。你前面看了没有？看不见路了。看了。等到刮过去一阵了再走。一点看不清楚，吓人吗？刮的车都是。狼烟起，江山北望，勇气卷马，长嘶剑气如霜。心似黄河水茫茫，20年纵横间，谁能相抗？也勤点儿啊！你说就像这样的路，这样的地方啊，5块钱你咋找的啊？5块钱以后你要是再带我走这样的道，我都把你给辞了，换个6块的。这5块钱花的，你看没？就令净令我走这样的地方啊，连个人都没有，狼烟咕咚的，这家伙的，你5块钱就，咱人还搁那录视频呢，以后带我走点好景啊！我哪知道有没有好景？我是流浪傻妞，一个喜欢到处去流浪的傻丫头。